手先啊，咁咪講嘢咯，就決定咯。OK， 咁所以其實係話廁所咧都關呢一個飲食業嘅安全事喎，因為即係坦白講，如果你地下濕啊或者污糟邋遢嘅時候，唔單止係個食客會係覺得咦唔係好舒服啦，其實有機會係有好多嘅蛇蟲鼠蟻啊，同埋我好驚。啲廁所好近廚房咧，真係好易就瞓咗喺度噶，係啊。咁所以都要留意，同埋廁所同廚房好近，我覺得會有味咯。即係食嘢嗰啲味入咗洗手間。係咁，但係咧，即係有陣時你知香港咧就寸金尺土啦，有陣時冇辦法啦。咁但係只要咧做得好嘅話咧，都係嗰句啦，只要咧飲食業方面嘅員工佢哋做得好咧，安全啦、整潔啦，咁其實咧就問題唔大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嗱，今日咧除咗嚟到同我哋分享之外啦，當然啦，另外一個嘅任務俾阿小夏咧就係去到唱歌俾大家聽啦。今日亦都帶咗一首歌嚟。係啊。重陽將我全身黑色咁樣唱俾大家聽。好啦，我唔阻你啦嚇，咁你好好享受啦，多謝曬，送俾大家嘅新歌《重陽》。好光咧，唱呢首歌好怪，所以我應該會好多時候都眯埋眼。
位的朋友呢，我相信呢他的職業安全意識呢會很高，非常之高。是啊，因為他入行之前呢其實他都挺犀利的，他都做過建造業，雖然我們呢飲食業呢就不是很相信，但其實呢他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訊息，就是大家都要注意呢，就是工作時候的安全，同埋很多時候飲食業都要拎很多重嘢。是啊，所以都真的挺重要的，怎樣拎重嘢的方法呢都重要。但是他又很受信下，我又不知道他怎樣可以搬到重嘢。好了，問下他不如。好了，我們有請今年18年的新人李浩軒。李浩軒在中間的位置。好了，問下 Will 先，